我们见面了，我们的故事开始了。孩子是父母的全世界，对孩子有很多的爱，有期望。周末有没有时间呢？周末？对啊。这周有点赶。有点赶。下个礼拜。哇、啊，你好棒哦！哎，你小心哦。因为他说他想出去玩嘛，那我们也刚好很久没出去了。好，留下来。怎么了？你哪里有痛痛吗？嗯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我看，我刚不是叫你不要跑吗？与孩子的相处有欢乐，也有生气。我们熟悉我们看孩子的角度，那孩子怎么看我们呢？或许妈妈就来接你咯。好，要乖乖的。好，在车上。妈妈请放心，走吧。好想妈妈，我好想爸爸。快点啊，叫你不要再玩了。他这么说，他叫姐姐去。那他就一直都这样子啊，都是你这么袒护他啊。换你来教。是我来教，小孩子都不是你的责任。你喜欢幼稚园吗？喜欢。喜欢哦。老师回家你要乖乖吃饭。你可以好好吃饭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就拿着 一顶帽子戴在头上，把他的耳朵盖住。天气好热好热的时候，他流了好多汗。爸爸妈妈，欢迎你来。世界很复杂，爱很单纯，让我们用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父母是孩子的全世界。